去可以买饮料，那我们边走边帮大家介绍哦 ，Let's go。嗨，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，好久好久没帮大家拍影片了。我们今天啊，好不容易趁着这个疫情比较趋缓一点，我们来到宜兰的这个海潮公园这边。我们准备来海潮公园来走走这个传说中有一个一线天的海洋步道。那我们趁着这个夏日的午后，其实太阳其实蛮烈的，所以我们有做足防晒，准备来走走我们这个海潮公园的步道。那这边还不错，是有停车场，也有厕所，还有休息区可以买饮料。那我们边走边帮大家介绍哦 ，Let's go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龟山岛，这是龟山岛的方向，海潮公园这边非常非常美。然后从这边过去迈步也会有厕所的区域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往这边的步道走，很美很美，蓝天白云，是我们的停车场，然后旁边这边有公共厕所，那我们准备从这边进去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贩卖部还有步道的入口。我们从这个贩卖部这边进来，听说从这边走到一线天的步道是比较好走的，那另外一个方向我就比较不知道了。卖好多布拉提，来快点来吧。听到这边步道入口，我们现在来到步道的入口了，入口处这边其实有一个告示牌，往一线天的方向，我们现在往一线天的方向走，可以看到它那个步道的入口这边看进去，其实树荫蛮多的，看起来蛮凉爽舒适的。那走进去它又在海边，海边的一个步道，其实风景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了，北关海潮公园。这一路上都有一些告示，黄鼓炮。这步道还好，人没有很多，可能天气正热吧。这个步道不知道全长不知道多长，看起来应该是短短。可以一直看到龟山岛，这整路都有树荫，其实都还蛮舒服的。哇，上面这边好漂亮哦！哇，就是这棵树好特别啊。树的旁边有个看台，看一个看台去，这边也蛮适合拍照的，那可以拍到远处的龟山岛，很美哦。然后走到一个楼梯，上坡的楼梯，然后沿路刚刚走来的路，刚刚走上来的地方。两边一线天到了，到了耶！前面就是一线天，你看到吗？是传说中的一线天。我们家下去上面拍照。从一线天后面走下来，这边还有一个海边步道可以绕着走，
也是很美。我们回头看一下一线天。我们现在先走下去看一下这个临海的步道。哇哇，这边景象其实也还蛮美的，这旁边都是岩石，这边就龟山岛就有稍微遮住，这个大概不到一公里吧，总部分不到一公里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海潮公园步道的最尾端，它最尾端的部分它其实就是有会有一个凉亭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凉亭，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个看台。那整个步道来讲，它其实路程非常非常短，可能不到一公里的路程，但是它因为它沿海边嘛，所以非常非常晒。那沿途你可以看到龟山岛的风景，如果天气比较凉爽一点来说的话，会让人非常非常舒服。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夏天来的时候啊，记得一定防晒要做好，然后这边小黑蚊其实还蛮凶的，所以防蚊液啊、防蚊的用品也要准备好。那现在我们要准备走回去一线天的地方，就回到停车场。那海湾公园的部分是结束了，那我们走回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到海潮公园步道的起点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刚刚走起点的部分。那起点这边呢，到终点的位置啊，我们刚刚在结尾其实有稍微简短的介绍了，它整个路段的长度可能不到一公里，非常非常的短，做一个小小的中间休息站散步一下是还蛮不错的。它就在乌石港的旁边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边蛮晒的啦，所以来的话记得防晒一定要做好，还有防蚊一定要做好，因为这边小黑蚊非常非常多。OK， 那今天这个小小的路边小景点就推荐给你们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小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后续如果有更好玩的景点，我也会持续推荐给你们哦。拜拜。